情延烧近两年的这段期间，南韩演艺圈仍推出不少新人组合。不过由于政府的限令，使得2020年出道的团体都未曾在观众面前表演，而人气女团 aespa 就是其中一组。日前他们参加韩国文化庆典时，由于是第一次见到台下有观众，因此四名女孩紧张的频频结巴。队长 Kalina 也赶紧向观众解释，因为是第一次见到粉丝，而 Winter 则是兴奋地表示，各位这里有人啊，不断地直呼好神奇。该片段曝光后，不少网友们都被 aespa 的反应给感动到，纷纷表示这是他们第一次见到观众，为什么我哭了呢？他们看起来好开心啊，希望疫情能够快点结束啊。